震惊天下，绸缎如镜，玉砌似画，眉目如雪，眉染细沙，请你留下，若抱住别作梦。他针头镇的美酒，夺万民米粮，必定会留下酒香米碎。要追查，也未必无迹可寻。臣立刻去查。刺客虽然逃脱，但臣已知刺客身在何处，也知他姓甚名谁，究竟谁犯法？臣验证一下，自然真相大白。马藏将军，你要验的枪在此。哎呀！家父已经血流如泉，马大将军何苦还要雪上加霜，令他伤患加重？高耀安是齐博士，也是齐师，行为虽然不当，但情有可原。传朕旨意，高耀安触犯宫规，立刻撤去齐博士一职，贬为庶民。皇上，高耀安触犯宫规，断不能就此轻判，他视王法如无物，应该处以重刑，立刻处死，以儆效尤。高耀安指沉醉其意，为赌贡品夜闯内侍监，如今你内侍监也无损失，要朕治他死罪，未免过于。皇上，国法不彰，不足以平天下。既然高显阳能大义灭亲，皇上理应依法定夺，以正宫规。皇上英明。皇上，圣人有云，大公无私念，大孝不避嫌，臣甘冒不孝之名亲政父亲，其实是希望皇上宽宏大量，饶恕臣的父亲。罪臣甘愿受罚，只求皇上开恩呢。皇上，高耀安的确是有错，应该依法判罪，但念在高侍卫他深明大义，亲自捉拿父亲告罪，功过相抵，皇上可以略为减刑，以昭天下。就连万将军也代为求情，朕就免高耀安一死，暂压天牢，待秋后发配边疆。谢皇上。刚才形势的确凶险，是臣办事不力，夜探虚实事败，还不慎一下玉佩，让马元志有机可乘。无需自责，你已经尽了全力。可朕想知道，你何以想到大义灭亲，往复上殿？昨夜臣负伤回家，正在包扎之时，被我爹发现。啊！你为何受伤了？马元志侵吞灾款，中饱私囊。我替皇上夜探内侍监，搜集罪证，岂料被人发现，受了刀伤。有没有人认出你来？我蒙了脸，应该没有。我这玉佩呢？会不会掉在内侍监了？宫中只有马元志和你有那块玉佩，他一定知道是你所为，他不会饶过你的。爹不能让你出事，让爹代你顶罪。我身受刀伤，马元志一夜就知真假。爹，这次要令尊自伤起身，才能够逼使马元志暂时罢休。为了朕，不但你受了伤，连令尊也受到牵连，朕实在过意不去。皇上无需自责，归根究底，祸根是奸佞马元志。他不仅敛财贪婪，收藏大批金银珠宝，还私盗宫中宝库，将朝廷贡品据为己有。
冷暖玉棋子恐怕只是万中之一。马元志这个狗贼一定要除，令尊身陷囹圄也一定要救。朕会尽快想出对付马元志的办法，铲除奸佞，安定天下，再救令尊出天牢。但以皇上此刻兵力，实在难以抗衡。纵然有其罪证，但恐怕一旦揭穿，马元志会趁机发难，结合党羽向皇上逼宫，真是进退维谷。刚才万剑锋仗义直言，他虽为马元志门生，但为人正直不阿，只要能洞悉他的立场，相信能为朕所用。若能将马元志的这只右臂据为己有，此消彼长，皇上的胜算就会大增。现阶段朕没有能力迫使马元志交出兵权，但却可以逼他交出侵吞的财帛贡品。皇上有何对策？如今连磁州和西州都大旱失收，民不聊生，朝廷应该刻不容缓，对灾民施以援手。皇上无心朝政，又岂会体察民间疾苦？厉害厉害厉害啊！皇上身手了得，臣甘拜下风。哎，马大将军、万将军，过来过来。臣参见皇上。两位将军来的正是时候，跟朕玩投壶。朕已经练得百发百中的地步，看你们谁能够赢朕。给他们见。遵旨。皇上，臣有要事启奏。万将军请说。如今磁州和西州大旱失收，灾情严重，哀鸿遍野，臣望皇上能够开库赈灾，解百姓之困。早前已经有朝臣启奏说关中大旱了吗？朕已经拨款赈灾了。大唐国土辽阔，灾荒又岂止一地啊，苍生受苦岌岌可危。臣恳请皇上下旨开库赈灾，解救灾民。今年大旱之严重，确实前朝未见，或许这是上天对皇上国政有所不满，借此警惕皇上。皇上最好亲赴泰山祭天，以求上天庇佑。祭天？路途遥远，并且劳民伤财，马大将军如此行事，为何还要劳师动众？皇上终日玩乐，赴泰山祭天也是想帮皇上堵住悠悠众口。祭天之路崎岖难行，如此苦头朕恐怕吃不消啊。倘若皇上不祭天，那就应该开库拨款赈灾。对。哎，宫中宝库的财帛原本就来自百姓，那就先提取救济灾民，正所谓取之于民用于民。但是宫中宝库多年未经点算，究竟有多少金银财帛也不清楚，不如顺道做个点算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对，宝库财物众多，恐怕一时无法完成。臣愿意协助皇上尽快点算宝库财物。好，那点算之事就交给万将军和高侍卫去办，然后再拨款赈灾，解百姓苦困。臣遵命。苍生有救，臣谢主隆恩。朕突然想起，有个日本使节曾经进贡冷暖玉棋子，也收在宝库之中啊。你们点算之时，顺道替朕提取，朕想把玩一番。臣领旨。将军，皇上要开宝库点算财帛，奴才是否要将珍宝财帛悉数放回宝库？拿回去，拿回去，全都是那个万剑锋。若非他耿直忠厚，多嘴请皇上开库赈灾，又岂能让高显阳乘虚而入，借此以点算珍宝，迫使本将军把财宝原璧归赵？其实万将军未能与大将军你心意相通，为何把他留在身边？本将军这个门生，善于骑射，精于行军，却是良将之才，加上他手握兵权，本将军还要利用他来巩固地位。不如向万将军道明心计，不就可以结伴携手对抗皇上了？哎，本将军清楚他的性格，为人耿直不阿，择善固执，他绝对不允许失义失德之事。本将军的心思绝对不能让他洞悉。那宝库的财帛就这样捐滴归公，全部送去赈灾？运送路途遥远，可能遇上塌方，也可能塌桥，临时改道，有谁管得着？
负责押运的官兵全都是我们的人，大将军要他们去哪儿，他们就会去哪儿。哼，所以无论那些灾款运去磁州还是去西州，最后大部分的银两只会运往我的家乡冀州。回皇上，臣和万将军点算过宝库内财物，全已记录在案，无一遗漏。哦，宝库历年储藏的珍宝多不胜数，其中包括有冷暖玉棋子、铝金麒麟球、八宝鸳鸯壶、朝阳五凤图，还有一套十款仿如人高的金瑞兽像等等。至于各地贡银，共有500万两。光是宫中一个宝库就有这么多财物，看来历年上贡的珍宝的确不少啊。皇上曾经说过，将库内的银两用于赈灾啊。朕确实这么说过，但是拨款赈灾不需要用这么多银两吧？皇上的态度犹疑，是否打算收回成命啊？朕只有所顾虑。早前有奏折上呈，说赈灾款项在运送期间，沿途不少贪官污吏从中敛财，七除八扣之下，落到灾民手中，十不得一呀。皇上并非舍不得动用贡银，只是担心用非其所。贪官残民以自肥，祸国殃民，人人得而诛之。臣万剑锋顶天立地，以人头担保，皇上交了多少银两给臣，臣都会全数摊分给灾民，绝对分文不少。若有敛财，臣甘受五马分尸之刑。既然万将军以人头担保，朕就再无顾虑，立刻开库拨款。遵旨。臣愿跟从万将军押送灾款，报效皇上。难得高侍卫能人不让，朕就照你意思，赈灾之事就劳烦万将军和高侍卫去办。臣领旨。冷暖玉棋子，是皇上命我带来，让爹你高兴一下。多谢皇上美意，果然触手升温，神奇啊！这次皇上智勇兼备，不仅令马元志归还贪款，同时令灾民得益，爹坐牢也坐得有价值。虽然马元志贪污证据确凿，但皇上和他的兵力悬殊，不敢轻举妄动。小不忍则乱大谋，这次皇上的确有人内线。你放心，在发配边疆之前，皇上一定会想到办法把爹你救出来。为父绝对对你们有信心。嗯，表哥，你一定要帮忙保贤。皇上为了上一次保贤打丽妃之事还耿耿于怀，已经很久没有驾幸仙居殿了。皇上冷落保贤，此事我也留意了，只是5天，不算很久。现在只有5天呢，谁知道将来会如何？也许10天，也许20天，再这么下去，宝贤就被打入冷宫了。表哥，你不会任由他老死宫中吧？冷宫是我马元志的人住的吗？我这么疼爱宝贤，我会袖手旁观？我会让他受委屈吗？那表哥，你有何打算呢？宝贤定是皇后之选，只不过是迟与早。本将军决定的事，任何人都阻止不了。听你这么说，你有策略了？我今天收到消息，说磁州和西州久旱多时，突然天降甘露。老天下雨跟宝贤失宠是南辕北辙两件事，表哥为何混为一谈呢？谁说没有关系？老天这场雨对宝贤来说是喜雨。你看看那边有块仙石。仙石？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？只要我马元志说它是仙石，它就是仙石。马大将军呈现的仙石就是这块。不错，皇上。此石从何而来？今早在京兆天门桥上发现，石上有字“浑然天成”，乃是吉祥之兆啊。石上有字，乍一看此石与其他石头无异，臣命人从石上拓印，惊见石上竟刻有一字，是草书的闲字。发现仙石之际，
正值磁州、西州久旱逢甘露，天降喜雨，时现祸消，此时绝对是吉祥福至。上面这个贤字，暗喻有贤君在位，实为百姓之福。马大将军所言甚是，细看之下，仙石上的确刻了个贤字，果然是好兆头。贤字也暗喻贤妃娘娘乃是福星下凡尘，是母仪天下的不二之选，若能为皇上怀有龙裔，将来继承大统，皇上就无后顾之忧了。原来这个贤字其中有这么多学问，皇上应顺应天意，立贤妃为后，再兴建一座贤德皇后庙，供奉仙石，以保佑大唐国祚千秋万世。马大将军悟性真高啊，单凭一个字就能悟出这么多道理啊。皇上过誉。不过依朕所见，石上的贤字是另有所指，所谓见贤思齐，石上有个贤字，而朕看到这个贤字就想起了齐字。齐乃太行山之东，属河南道，泰山就在齐地。所谓登泰山而晓天下，自古皇帝泰山封禅便在齐。朕刚接奏章说齐地丰收，可喜可贺，所以这个贤字是提醒朕要见贤思齐。皇上此言差矣，论语所云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，是说看到有贤德之人应向其学习，齐乃是看齐的意思啊。朕今天向母后请安，她说昨夜梦见老翁手持一大束五谷派发给百姓，从早到晚，到老翁手中的五谷却一颗不少。太后梦中的老翁应该是五谷之神，向百姓派谷物，寓意五谷丰收，百姓丰衣足食，普天之下再无大旱失收之事，百姓得温饱，万民安泰，此乃上天恩赐。所以这个齐字其实是上天要朕前往齐地登泰山封禅祭天，以谢神恩。天命本难违，再加上马大将军呈现这块仙石，朕才明白个中真意，朕就决定将仙石送去泰山神庙供奉，为百姓万民祭祀祈福。但是皇上曾经跟臣说过，祭天封禅，劳民伤财，如今又出尔反尔。是，朕实在不想劳师动众，所以朕想派人带朕去。能够带朕的，普天之下只有马大将军一人，朕就请马大将军带朕送仙石往泰山，祭告上天，天意不可违，事关重大，刻日出发。不知马大将军有何异议？臣遵旨。娘娘，这里够远了吗？再走远一点，前面比较空旷，风势较大，风筝可以飞得高，放得远。这倒是，有什么可惜的事，写在风筝上全放出去。这个惜字不是这个意思，是珍惜才对。本宫只希望皇上多疼惜我一些。那倒是，今日圣驾并无临幸仙居殿，奴婢多言，请娘娘恕罪。本宫也被人定了罪，我也想找人求恕。算了，我不想连你都骂走。出来呀。你们为何在此？奴婢参见贤妃娘娘。发生何事？有只兔子躲进去出不来了，我们出尽法宝都无能为力。奴婢怀中的兔子也受了伤，本想先抱它回去疗伤，岂知它一直挣扎，好像不想走。两只兔子是不是一对的？奴婢不知道，不过雄兔脚扑朔，雌兔眼迷离，应该是一对。倘若是一对的话，一只在里面，另一只当然不肯走了。万一里面那只死了，这一只也无法活得长久，那如何是好啊？要救里面的兔子，劈开石碑就行了。娘娘不行啊，这座石碑是太宗皇帝所立，据闻太宗皇帝于此斩异兽，继而亲笔题字立碑以记其功，先帝之物万万不可损毁，否则罪大滔天啊。石碑是死的，兔子是活的，有什么比生命更重要？孰轻孰重，清楚不过。去找侍卫拿把斧头来。是，娘娘。
本曲江集看得本宫头都疼了，皇上到底来不来呀？奴婢已经照娘娘吩咐把红包给了包公公，他说皇上今天较为清闲，很有可能来承欢殿。他收了本宫那么大的红包，要有贡献才行啊。就算皇上今天不来，但包公公说皇上半个月都没去仙居殿了，光是这个消息也值得高兴啊。一想起当日打贤妃两巴掌太少了，应该狠狠的多打他几巴掌才对。皇上驾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平身。谢皇上。朕没打扰你练字吧？皇上驾临，正好可以指点臣妾，又何来打扰呢？娘娘很用功，一有空闲就读书练字。娘娘说，这样才有资格做皇上的妃子。妃人，李妃如此长进，真是可喜可敬。是曲江集和陶渊明集，但是张九龄的其中一首诗才是臣妾的挚爱。哪一首？海上生明月，天涯共此时。情人怨遥夜，竟夕起相思。刚刚开笔，想练什么字？臣妾想写谨小慎微。为何写这四个字？臣妾近日多读圣人之言，当中有云：“谨小慎微，祸乃不资。”臣妾读了犹如醍醐灌顶，倘若臣妾早识此语，就不会与贤妃姐姐有冲撞，也不会令皇上为难。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和贤妃照旧每天向母后请安，一如往昔。臣妾希望皇上也能对姐姐一如往昔，那么臣妾就安心了。李妃真是得体大方，谨小慎微这四个字的确很有意思，但是臣妾连笔都拿不好，要练得一手好字恐怕还要一段日子。朕来教你。只要多练多看，那么字自然能写得好。禀皇上，贤妃娘娘吩咐侍卫劈开了太宗皇帝亲笔题字的石碑基石。是不是太宗皇帝那座伏魔碑？正是，皇上。大胆！皇上息怒，京区要紧。皇上大怒，贤妃这次闯大祸了。皇上驾到。臣妾参见皇上。朕问你，你为何要破坏太宗皇帝的伏魔碑？皇上，臣妾是因为你知不知道那座石碑是太宗皇帝亲笔题字，用于纪念斩杀异兽的事迹。臣妾知道。你居然命人砍劈破坏，你真是大胆。臣妾并非胆大妄为，乃是事出有因。究其原因，就是因为你刁蛮任性，骄纵之过。可能在皇上眼中，臣妾确实是任性妄为、独行独断之人，但这次这件事，请皇上公道评理，不要先入为主。朕就是前居可见，你仗着有人撑腰就气焰嚣张，事事自作主张，率性而为，视公规如无物。皇上，你误会娘娘了。奴婢叩见皇上、贤妃娘娘，他们没事了。奴婢已经帮他们敷了药，怕娘娘担心，所以带他们来给娘娘看看。三好带这两只兔子叩谢娘娘救命之恩。什么救命之恩？这只兔子今天误困石碑基石的缝隙，动弹不得，生命危在旦夕，而另一只则受轻伤，但它不忍丢下同伴徘徊不走，娘娘当机立断，命人劈开石碑基石，兔子方能脱险。臣妾确实知道石碑乃先帝题字树立，但石碑基石毁了可以修补，而生命一断就难以再续。娘娘说两只兔子本是一对，倘若雄兔一死，雌兔亦难以独存，所以毁一击时救了两条性命。身为女子最能体会这种心情，有伴
才能有影成双，没伴就知影形单，凄清孤寂。是臣妾鲁莽行事，令龙颜不悦，恳请皇上赐罪。娘娘也是有感兔子有情有义，所以才甘冒大不韪，依然执意出手相助。娘娘是非分明，果断处事，三好自问不如。当日太宗皇帝斩杀异兽，目的是不愿人畜为猛兽所害，今天娘娘捣毁基石，目的也是救助牲畜脱险，全都是施恩立德，望皇上明鉴，免娘娘罪责。全都平身。既然贤妃是存好心做好事，朕就命人修补石碑基石，此事不再追究。谢皇上恩典。谢皇上。奴婢参见丽妃娘娘。哎呀，三好，现在只有我们两个，还叫娘娘。太久没用，如今拿起来有点不习惯。这是对的啊，娘娘如今贵为娘娘，昔日为奴婢的事不需要记挂心头啊。那我是不是应该将昔日的好姐妹也忘得一干二净呢？倘若娘娘要忘记奴婢，奴婢也没有办法啊。你真是坏啊，人家不开心才来找你，你还拿我寻开心。何事啊？皇上这几天常常去仙居殿，他有贤妃相陪，就不用我陪了。全拜你所赐，你在皇上身边说了那么多贤妃的好话。我所说的一切都是发乎心言其实。我跟你开玩笑的，你这么紧张，我怕你误会我吗？你什么为人，我这个姐妹岂会不知呢？不像那个马元志处心积虑，以为假造先时就能令皇上对贤妃改观，可是无功而返，反而不及三好你的一句话更有力，可以扭转乾坤。贤妃是任性骄纵，不过她本性并不坏，这次她善心救兔，皇上才对她改观。倘若你能和贤妃和平共处，那皇上才能心无旁骛，专心国政吗？行了行了，我知道怎么做，我叫姚三分嘛，凡事让三分，忍三分，退三分嘛。嗯，娘娘一早就叫奴婢出来摘花，是不是用来做香薰啊？是用来做糕点。以鲜花入馔，不同的花代表不同的意思。比如莲花，代表花开并蒂；石榴花，代表多福多子。娘娘一定是希望吃了之后，可以跟皇上甜甜蜜蜜，多生贵子吧。糕点，不是做给本宫的。是用来送给姐姐的，给贤妃的。包公公说，皇上近日多番宠幸贤妃，娘娘为何还要为她锦上添花啊？姐姐得到皇上的宠幸，本宫身为妹妹，应该开心才是。在皇上的心目中，那么刁蛮任性的贤妃，也能变得温婉柔顺。一向大方得体、平和亲厚的本宫，又岂能被比下去？姐姐和皇上欢聚，本宫除了送糕点，还要多送一些鲜花替她高兴。娘娘越是落落大方，皇上越发觉得娘娘贤良淑德，胸襟广阔，和贤妃相比处处胜她一筹。今天晚上奴婢就帮娘娘送过去。鲜花糕点只不过是前奏而已，本宫还要多给他一个惊喜，这才显得本宫诚意深厚。好。奴婢参见皇上。贤妃娘娘，奴婢奉丽妃娘娘之命为贤妃娘娘献上糕点。
这些糕点全是丽妃娘娘亲自命司膳房做的，这款是莲花糕，祝皇上和贤妃娘娘花开并头，这款是蜜枣桂花糕，祝皇上和娘娘甜甜蜜蜜，香莲菊花糕，祝愿有影皆霜。好，好戏法。丽妃娘娘还命奴才送上鲜花。咦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呢？啊，桃花相映，心想事成。啊，茶花盛放，永生难忘。再次祝皇上。吉祥绵绵，繁花竞艳。好，非常好。丽妃娘娘愿祝皇上和贤妃娘娘福禄满载，情意绵绵，永远眉开眼笑。丽妃今天太有心思了，逗得朕很开心。丽妃娘娘说，能够令皇上和贤妃娘娘开怀欢畅，是她最大的愿望。难得丽妃这么为人着想，善解人意，细心体贴。你以后要好好向丽妃学习。臣妾谨遵皇上教诲。替朕赏丽妃金帛两匹，凉州美酒两壶。奴才遵命。奴婢代丽妃娘娘叩谢皇上。小顺子，你今天变的戏法十分精彩，将来朕兴之所至，再传召你过来表演。谢皇上圣恩。神奇吧，从一条丝巾就可以变得满地都是。不算，用不着一炷香你就从肥变瘦，不是更神奇？我识破了呢，你早将丝巾藏于腰间。哎，这个袖子这么宽是为了方便把丝巾拉出来。哦，连布公公都找不出我的破绽，让你识破了。是你太贪心了，不藏那么多就无法察觉了。好吧，等布公公回宫，我再表演给你看。他答应我帮我去买苏州产的丝巾，又轻又薄。轮到我识破你了。三好答应你来就一定会来，你不用整天盯着门口嘛。他甚少迟到。你即将随万将军去赈灾了，他岂会不争取机会见你呢？有点耐心。啊，其实你的身手这么灵活，也很有天分学变戏法呀。我有些心神不宁，我要出去走一趟，看能否遇到他。啊，对了，倘若三好来了，记住叫他等我。这么没有耐性，又好像不太适合学变戏法。太宗皇帝的伏魔碑基石已经修整好了，倘若皇上看过有任何不满意，奴才再命人去修整。三好。三好，你脸色这么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皇上，我被蛇咬了。传太医。遵旨。不要乱动，蛇毒会随着血脉行走，进入五脏六腑就不堪设想了。三好，朕绝不让你出事。皇上，有毒。没事了。你放心，朕不让你出事。你拿着什么？高大人的玉佩，是传家之宝，终于找到了。
三号被毒蛇咬到，太医正赶来，你放心，他应该没事。幸好及时为你清除了毒血，所以才无大碍。皇上叫你放心，在厢房多休息几天，等你体内的毒清除了，好了，才回上宫局。真要感谢皇上救命之恩，是他帮我把毒血吸出来的。皇上为了你，竟然连自己性命都不顾。皇上是贤君，断不会见死不救啊。更何况他视我们为知己良朋，此恩此德，三好真是没齿难忘。他日等我痊愈，你陪我一块见皇上，我想感谢皇上的大恩。你休息吧。高侍卫，包公公。对了，皇上在御书房吗？显然有事要见。真是太巧了，皇上也吩咐奴才来通知高侍卫，他在御花园琼花台设宴，相约高侍卫过去畅饮一聚。参见皇上。你来了。正在小亭设宴，今晚我们欢聚畅饮。谢皇上。三好他如何？经太医诊治，已无大碍。三好还说，待他痊愈之时，要臣陪他来向皇上叩谢救命之恩。他没事就好了。春风无情，花落无声。朕记得和三好第一次相见，就是在这琼花树下。当时三好只有六岁，而朕就刚好十岁，比你认识三好还要早很多。皇上，臣有个不情之请，望皇上成全。你先把它说出来，朕再做考虑。臣答应过三好，他日等皇上大定之后，就奏请皇上让他离宫，返回扬州定居。臣还答应过三好，会在新居门前种满琼花。三好这么好的女子，天下哪有男人不动心的？说句真心话，朕希望三好永远留在朕的身边。朕乃天子，天下尽为朕之所有。要留一个人，朕绝对有这个能力。可为了留一个女子而赶走一个兄弟，朕绝对不会这么做。臣愚昧，为民圣意。三好今天被毒蛇所咬，但仍然手握玉佩。你拿着什么？高大人的玉佩是传家之宝。倘若朕没有猜错，那块玉佩是你送给三好的信物，是不是？臣与三好私裂，有违宫规，请皇上恕罪。三好是朕所见的女子之中最温婉善良的，
若能得三好钟情，天下男子皆愿为他范闲，包括朕。皇上，你和三好是有缘才在一起。朕记得当日落难之时，幸得你和三好冒险相救，我们三人可以说是时于危时，没你多次帮忙，朕早已身首异处，更别提称皇为帝。你们的恩情，朕岂能忘记？这是臣子该做的事，皇上无需放在心上。在三好心中，你无人能待；而你在朕心中，地位也无人能及。能得皇上器重，是显扬之福。朕答应过你们，要做个贤君。德自明于上，民自善于下。朕常常警惕自己，要以国为重，以民为先，用贤德彰显理事社稷，用仁义振兴大唐江山，苍生之福为一己之乐。所以能够看到你和三好幸福，乃是朕心之所愿。大唐有此明君，是苍生之福；显阳有此挚友，亦是显阳之福。朋友之道，在于肝胆相照；兄弟之情，贵于两肋插刀。你相信朕，无论你或三好有难，朕必定全力相救，万死不辞。皇上英雄气概，显阳佩服。显阳愿能为皇上诛奸佞、除妖魔，助皇上恢复河山。朕答应，他日大局已定之后，定恩准三好离宫，并赐你们回乡成亲，绝不食言。臣叩谢圣恩。今晚我们君臣兄弟挚友要开怀畅饮，不醉不归。若抱住别作梦未得闯，看到的听到的不要信，遗憾是闭起眼时自望到世间多少暗涌，爱得深说得真最深，再刻骨不觉痛。